會議發表的公佈指出，應當通過一系列的改革，促使英聯邦更加有效滿足成員國的需求，應對21世紀的重要全球性挑戰。應當提倡英聯邦成員國認同的基本價值觀和原則，在成員國推行人權和法治。公佈說應該重振環境保護、貧困治理、應對氣候變化等等優先的發展項目，確保有效反映和滿足成員國的發展需求，和全球夥伴共同努力，確保全球經濟復甦，確保建立一個更加強勁、可持續和均衡的全球經濟體系，並惠及所有的成員國。公佈仲話，2013年英聯邦政府首腦會議將會在斯里蘭卡舉行，作為英聯邦成員國間最高會晤和磋商機制，英聯邦政府首腦會議每兩年舉行一次。這個是英聯邦政府首腦會議第三次在澳洲舉行，在這個之前，墨爾本和富勒姆先後在1981年和2002年承辦這個會議。 WOW TV 雷智仁報導。